Hello， 大家好，我是陈志，欢迎观赏我的视频。今天我跟我的朋友苏苏还有小熊来到了南京东路二段这里来吃泰国料理，跟着我们一起来看看吧。泰鼎泰式料理餐厅坐落在南京东路二段的巷弄里，捷运南京复兴站五号出口出站走一小段路。晚餐分成两个时段，五点到七点，七点到九点，每一个人吃到饱600元，假日650元，再加10%，餐点可以无限追加，饮料冰品自助。老板号称独臂刀王，在台北颇有知名度。然后那个一个蚝油鲈鱼、柠檬海鲜、月亮虾饼、椒麻鸡，然后酸辣海鲜汤、虾酱空心菜，然后等一下，海鲜的啊。好，蒜味虾，海鲜还有哪种？啊，辣炒海鲜也要，刚有一个柠檬海鲜，对，香蒜猪，请问几个菜了？那我再点一个好了。泰国菜吃到饱餐厅在台北市有一个庞大的市场，台湾人对泰国情有独钟，泰国菜辛辣酸甜，很对台湾人的胃口。在疫情时代，能够吃到一顿华丽的泰国菜，宛如重游曼谷，身心都得到疏解。
三十几张。你在规划规划，我们就对啊，约着就去。我哪敢约你们去台中？有什么不敢？对啊，我比较担心他，他吃饱了没有办法马上回家睡觉，吃饱了他吃饱马上要睡。我还好。